Music 那些事。我刚在看片头的时候才发现，海产以前曾经有一度很精心的打扮自己的发型，怎么现在变这样？因为我现在是蛋糕店鸡蛋糕店的师傅。所以哦，那你之前有认真的弄头发的时候，当时你的主业是？主业是就是大学生的美的班底啊，现在倒了。难怪现在变这样子，好可怜。对啊，干嘛这样子啊？不要这样。那你现在有办法让你头发整齐一点，看起来不要这么像杂杂？哦，因为就节目倒了，赞助也跑了，你知道吗？哦，那你这顶帽子是？哦，这顶帽子是我自己花钱去买的啦。哦，好啦，不过无论如何呢，我们在下个礼拜吧。下个礼拜就会有熊盖赞的鸡蛋糕。哦，对对对对，就是每个礼拜一无限的在摄影棚发。也没有无限啊，毕竟现在油电双涨，你知道吗？哦，什么都贵，什么都贵。所以现在就是在那个当老板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好痛。那你有觉得要认真赚钱吗？我觉得要认真。那关于你每个礼拜就是来这里一次就要倒贴500块这件事，你有没有考虑过要停掉这个节目？我没有，我永远都会在，你不要担心好不好？你是没有机会等到别的 partner 的。哎，不过今天海产的节目就是大学生的美就是已经结束了嘛？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他的节目可是过得好好的。哎，真的。你为啥讲这样？今天的来宾，安桥，欢迎国光女神安桥，台艺大电影系毕业，擅长中英双语主持、自弹自唱、跳舞、戏剧演出，目前在电台当 DJ 主持节目，也在国光帮忙的节目当助理主持哦。Hello， 你好。大家一定很眼熟啊。对啊，而且你看，我真的说真的，就是国光现在还活得很好哎。可是大学生已经结束了。你干嘛这样子啊？不过海产今天有在我们节目说了两次谢谢，导播说你只要再说一声谢谢，你就再也不用来这节目。不是，不行，我说六次谢谢之后节目就会倒掉，所以我今天不用来了。真的，连我们还有那个就是摄影师什么都不用来。谢谢是不随便讲的。那你刚刚说那两声谢谢是作何居心？就是谢谢，就两声而已，还好吧？好啦，那我想知道就是安桥，因为上个礼拜是中秋节嘛，对不对？那我们刚刚有问过邦邦这个问题，就是上个礼拜你有去哪儿吗？安桥局一定超多的。我没有，我其实超宅的。他一定是局王，我没有，我很局一定就是很多啊。没有，我其实因为上礼拜又碰到台风哦，对，所以我4天，我真的不管我4天都待在家里。怎么可能？你在家里烤肉是不是？没有，我在家里看影集。你是觉得找到知己的感觉？没有，我今年也没有烤到肉。啊，你今年没有烤到肉？真的没有，我就有去那个就是烧居酒屋就吃那个串烧。那个不算。我认真的问你，就是身为海产的前女友，如果他约你，如果海产说的是谁？大家帮我跟他一段吗？如果海产约你去烤鸡蛋糕，你愿意吗？等一下先说明第一件事情，我不是他前女友。哎、欸，很少来宾就直接解释这件事情。一般来宾就是会挨打的接受。笑一下就啊哈。真不愧是，真不愧是主持人。因为这必须要极力成，可是我们是真的有合作过一个。对啊，我们合作就是手游的广告啊。对，那个广告就有点荒谬，就是这个。穿越剧，他是先让你们搭在一起这件事情就很荒谬。对啊，我不知道导演那时候怎么选的，帮我们选在一起。对，然后那时候就演出一些，就我们要扮成古装。哎，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他的丫鬟之类的，就我要讨袁问。哎，他穿了一个很正的，我跟你讲，他穿。那你还说人家是你前女友？不是，因为他演的就是我老婆跟第一，他我们是穿越剧，第一幕是我以前的女朋友，然后他穿越之后，他是穿到那种不知火舞那种啊。好猛啊！几乎是那种那套，几乎嘛，很像嘛，就是半就是。哎，我什么时候有机会可以找到那个广告？那手游叫什么名字？那个手游网络有丢啊，落雨之后那个。是不是忘记名字了？无名什么？无名插战？哎，多久以前？那手游现在还在吗？还有在营业？还有，有一阵子。对，有一阵子。真的蛮荒谬，大家可以看看。但是可以找到的话，等下导播就会默默跟我说。对，默默的播出来。然后就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任何时候，就直接硬是要 Q 下去。哇，终极之战 online。不是文明征战，然后什么文明冷知识，文明冷知识，对对对，文明那怎么找你啊？冷知识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导演找安桥很合理啊，就是因为他很知性，什么都会。但是你不要担心，因为两个男的都是跟我一样是这种荒谬型的，就是我另外一个男的。那所以另外两个男生是谁？就是也是大学生的朋友，可是就是。可是另外一个他很早就领便当了，你最。你是男主角哎，其实就那一幕我是男一，就是男一。重点是他不止演一集耶，他后续导演继续找他，没有找我哎。对，后续为什么？后续都没有。凭什么？我继续演，因为我没有。但是导演觉得就是你看大学生美，主要什么？你鬼月也是演鬼啊。主要是我很便宜啦。请他一集可以请我六集，他干嘛不请？哥请我六集就好啦。对，这个没一语惊醒梦中人。对对，你们懂了吧？很合理，对不对？我真的懂了，完全没有任何的地方。因为他这样嘛，可以请我六次。哎，真的太荒唐了。不过，因为我们其实最近，我们知道安桥有在主持电，就有在电台做 DJ。那我们想知道你平常在电台都怎么跟观众打招呼？一开始嘛，我会前面就有一个非常制式，我自己制式的 slogan， 一开始就会说。哎，开始！你可以开始。我在等你，没有导演，会有人 Q 我。欢迎收看 Action。Hello， 大家好，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93青春亚洲，我是 DJ 安乔。今天的第一首歌，先带大家来听到我们海产的《你是为我活》，Check it。哎，有哎，有一种 DJ 感，我没有这首歌。没有跟他讲，海产老板想说不要脸，不要脸。哎，蛮厉害的，很顺哎，好像在听广播的感觉。青春亚洲，对，海产你试一次看看。好，我假如我接到一个电台，对。欢迎收听 FM 98.5之间的海产之声，为你们介绍第一个女优开水小姐。为什么是女优？为什么是女优？第一个女歌手开水小姐。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哎、欸，真的，我跟你说，真的主持电台的时候，真的有那种受访人会隔很多秒，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刚刚其实想说，还想在公拉回一个愤怒。哎、欸，可是这真的好顺畅哦，很长，就讲很多次了，因为每个礼拜没就一直。那你有没有遇过打结的时候？当然会啊，但是就是我觉得直播的时候比较我会带过去。我说，哎、欸、喂，刚刚讲错了啦，欸、好带过去。好老旧综艺啊，那喂。哎、欸，你不会就是主持电台还装一碟吧？然后大家看不到。对，你们这个路线出来的人都会走到一个老派的境界，是谁害的呢？你知道海产超老派，他每次要去来宾唱歌，他都会说：“接下来下一首歌曲，不该。”这个是瓜哥的手势。然后唱完之后，下一位唱完之后，海产会说：“谢谢这首好听的歌曲。”耶！然后来宾就会没有灵魂。刚刚那个是偷哈林哥的吧？最后那个是克洛哈林。哎、欸，不要这样哦！我们在因为我们平常都在嘴他，就是莫名其妙我们会就是莫名其妙会发送很多枪给大牌主持人，就这样变变变变变。西超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多学他们的就是好处啊。对啊，这是蛮好玩的。哎、欸，不过因为其实因为电台会有观众嘛，那观众平常你最常遇到观众问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没有，因为我节目没有直接 call in、嗯哦、没有 call in 哦。但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有观众会写信给我，但是不是 email, 手写的，是手写的，所以拿到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我觉得文字的感觉比较特别，跟一般的那种 email 啊或讯息比起来，不一样，完全是不一样。所以我会觉得说，现在那么资讯发达的时代，然后还有人手写信，你应该没有收到奇怪的东西吧？奇怪的东西是还好，可是电台应该因为我之前听也是就是录影的时候听到电台的主播在讲，他说有真的有粉丝到电台门口去堵那个就是电台主播。可是现在的粉丝怎么知道电台地址在哪？他们就查就查就知道了，查就有了。那我们可以公开麦卡贝的地址，然后让大家送食物来吗？其实麦卡贝也是查就有嘞。哎，真的假的？因为我开始不知道这里怎么来的时候，我就打麦卡贝，我们这里是旧中路哦。你们瞎讲，所以大家知道我们在三立录影就对了。天哪，我们现在其实走外面就是国光帮忙。忙哎，在隔壁棚而已，这边超级瞎讲，所以你没有说过特别奇怪的东西，对不对？特别还好，因为还好，你知道，我是之前很害怕会收到奇怪的东西，所以我们都特别附注说，大家可以送信或者什么来，但是不要寄有 DNA 的东西在上面。你有收过 DNA 的东西？就是没有啊。哦，你在期待吗？对，你应该蛮常寄这种东西给人家的吧。我蛮常。我有那时体力比较好的时候，我就一天寄单。不好意思，请问你当时是用什么心态把这个 DNA 寄送出去的？我当时嘛，我解释个屁！我讲完，人家被抓去关。我没有，好不好？我觉得很可怕。而且这不是七点的节目。对啊，七点八点节目。什么现在不是凌晨一点多吗？你都彩虹那些事就对了。哎、欸，不要这样子，老板娘会看，老板娘会生气。对，哎，那个刚刚海产说你在看国光的时候，哎，他真的很辛苦。对安乔印象最深刻，很就因为很身材很好。你不要为了就是场面话乱讲哦。没有，我是真的有看、啊。他是真心的，他是真心的。而且那个时候海产最喜欢看国光帮忙。而且我那时候多，我还测试了，我就说，因为我那天我前几天跟大飞聊到，我就说，哎，我下礼拜要访问那个国光女神，然后就那大飞就说谁、啊，我就说，我就问他说，就是说就皮肤有点黑，他说他谁啊？有吗？我就是皮肤健康黑。然后大飞说谁？我说好啦，胸部很大哦。然后说哦，安乔吗？可是国光女神，我记得身材都很好，我记得凯莉身材也很好。哦，也很好啊，也很好啊。对啊，还是你们两个身材特别好，其他人都还好。没有，大家都很好，大家都很好。还是你在讲场面话啊？没有，你学会讲场面话。我跟你讲，他们不会看综艺节目，是不讲场面话的、哦。你老实讲、啊，你觉得哪个身材比较好？我是说真的。你觉得你们里面所有人里面谁的身材最好？真的不是我。而且因为我觉得我偏黑，就台湾，我觉得台湾男生好像不太喜欢性感啊。对，我觉得是这样子。这口味我 OK。而且你知道吗？你 OK 我不 OK 啊？而且你知道你新染的头发很好看哎、欸。真的吗？它褪色哎、欸。褪色褪这样很漂亮啊！我刚才想说这个头发就一看就知道是刚染，可是很有质感。还不错啊。谢谢。哎、欸，那我想我比较好奇，就是国光女神会有
因为前面跳的那个谁今天决定谁这局谁跳、会选好吗？会选比较观众缘的，还是会？是不会，因为其实是平分的。评分的评分的，对，想问出什么东西？对，我想知道什么、啊？怎么评分？怎么评分？就比如说，我们其实固定就有大概四五个在轮流、哦，那一般一天就五场，那就是评分啦。一人一场，对不对？对。啊，万一你那一场刚好就是收视率过二这样子、欸，那就是恭喜我、啊。哇塞，他算是讲的蛮客气。哦，他说评分，我刚想说评分怎么评分？不是，他说五天录评分，一人一场，一人一场，不要打。好，没事。你说评被评分是不是？对啊，对啊，我刚刚以为是这样子。哎、有可能呢、欸。对，不过、欸，所以你们每个人的开场我都不太一样。不一样，而且其实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你的风格是什么？就比较美式吗？美式，我不知道，我们好想看哦、喔。我可以。哎、我今天不是来唱歌了吗？没有没有，今天来跳舞的，欢迎收看。等一下我要开场。你不要站起来，自己站起来。哎、欢迎收看今天的 Music 帮帮忙。哎、你自己超心虚。我要看哪一？这个才是主持节目嘛！我的鼻血！难怪一天可以录五场，天哪！好猛啊！哎，对了，摄影师，摄影师从来没有鼓掌过，不管我们多卖力，摄影师从来没有鼓掌过，太过分了！连歌手来飙高音不看你拍手过，他就很冷淡。哎，今天真的是。这我说不出话哎、欸，好棒哦、喔！蜥蜴小怪跳舞的时候你还爱戴不戴的？对啊，蜥蜴小怪跳舞的时候，蜥蜴小怪来过，还有来过，他跳舞的时候爱戴不戴的，都戴地板，我很奇怪。我戴蜥蜴小怪的手指啊，膝盖，谁要看那个手指跟膝盖啊？只有你，他们是认真戴的、欸。所以现在停下来拍手，OK 啦，OK， 我觉得很合理啦。还想这一集薪水要捐出来？你不是说死而无憾吗？你刚才我便说死而无憾、喔，我没有讲错了，还是也会有遗憾。但是只有他聊到唱歌，那我们知道他最之前啊，前阵子有办过一场演唱会，对不对？有算是没有到演唱会啦，发表会、音乐会，小小的一场。哪有很多人呢、欸？票卖光，我要去买不到、欸。你最好是没有你是不是演唱会？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你是不是表演隔天？那时候真的认识了，因为不然我怎么会知道你跟 JR？ 哦，对，就是我已经有你的 Facebook 了。哎、欸，你有在 follow 你啊？他 follow 然后我其实不好意思，女生的 Facebook 我没有 follow， 因为他是我的工作伙伴。我要关心我的工作伙伴正在干嘛。如果这有广告，可以再一起找他来玩。没有，就导演应该希望导演后面都找他，不找我。我觉得六集不拿钱，然后拜托发他一集来这样。哎、欸，你不要这样讲哦。对啊，可是之前是那什么活，就是是粉丝见面的。对，之前那个算是。算是老实讲，是完成我自己内心一个小小梦想。因为大家其实看到我都是在国光跳舞啊，大家都对我的印象可能就是跳舞，然后就是广播节目性感，广播节目因为是后来的，所以也比较少人知道。所以我就很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我另外一面，因为我很从小就喜欢弹钢琴，喜欢听音乐，是一个。但其实我唱歌就是还好啦，就我有被那个开水小姐 PK 掉。不是你，你怎么这样把人家 PK 掉啊？这真的是我的错、欸。你怎么觉得好讨厌的主持人呢、喔？你不要道歉了、喔。我不要。你道歉好讨厌哦！你再道歉一次。我觉得刚刚那个嘴脸真的是你有带骄傲的在讲，你再道歉一次。我好讨厌的道歉哦、喔！你第一次讨厌的这么道歉呢、欸？抱歉。你再不敢说丑到好讨厌哦！你看摄影师在催你、欸。不会，摄影师不会催我啦。母羊座的男生最帅啊！哎、欸，太机车了吧？对啊，不是太机车。没有啦，就之前就不只是跟你有，就是有再续签，再续签孽缘，OK。然后跟开雪小姐也是，连我经纪人都说他是雪。你们好像是比那个什么下雨的声音嘛？我看好像是一起唱，其实那集有点去的莫名其妙哎、欸。那集是什么洗澡好声音哦、喔？对，哎，对对对，哎、欸，你真的是，我真的是你们的粉丝、啊，都有在发了，我的铁粉啊。不是，因为那集最耀眼的画面在他身上，在你身上，所以海彩一定有看。然后那次去是，其实本来不知道去干嘛，只知道要跟艺人合唱一首歌，啊、然后其他东西都完全状况外。哦，真的假的？对啊，就是，但是还是赢了。是，不过那天很谢谢安乔，因为其实我很少录。
我很少在节目上唱歌，就是我平常就除了自己的地盘以外，其他时间都不唱。第一次比就赢了嘛，对啊，还让你第一次比就赢了。抱歉，超讨厌的，都是我。哎，重点是我那天，然后那天有点惨，然后那天的状况是在幕两个人在幕后面，然后那天的规则呢是唱，然后 PK 赢的人才能出来。对，然后我那一集完全一个镜头都没有。你说就是那个授权同意书，你根本不用写的，对，因为你没有露脸。他们一开始还骗我们说就不用担心，因为他们就说他们后面会再放一个镜头，就所以不管我们最后有没有露面，都会有画面。骗子，都没有。最后我那 GoPro 机器坏掉，太夸张了。所以我一个镜头，然后那一集就没有安乔这个。这样 OK 啊，这样你那个授权不用写啊。还是即使是那样，你那天还是成功的抓到了最多人的目光。因为那天就是在布幕后面还是有就是热舞，对啊，到哪里都是热舞，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印象真的非常深刻。但是都讲那么多，一定要听一看他的歌声到底怎么样。对，因为刚刚就是有讲到，就是之前的那个演唱会是你的一个梦想嘛。那如果现在就是让你想唱一首歌，直接让你选一首歌的话，你会想要唱什么歌？我会选那个宇多田的 First Love。哇，这首歌也有在音乐会中表演过。真的？好，那我们就是在这里带。我跟你说，我们在这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唱歌规则是这样：你可以用任何你想要唱歌的方式唱歌，任何都可以。你要倒立也可以，或者你要一边甩海豚巴掌一边唱也可以。真的吗？我可以吗？可以。我跟你讲，第一集最荒谬，第一集他说建奏的时候希望我吃 round down， 然后因为那是我第一集主持，我想说好，那我说你不要攻击管庆哦。对，我就把整张龙汤吃下去，我肚子痛了两天。那我可以就我在就是我会自弹自唱，那你可以在旁边伴舞吗？我可以伴舞，可以伴舞，很合理。要学要优美，要优美啊！我用现代舞的姿态。我可能我只会爬聘呢。那就是用现代舞的感觉跳爬聘。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欢迎安乔跟海产带来的 First Love 海产伴舞哦。而且留言太好笑了吧？今天导播 take 舞蹈进步，他不是进步，他是有私心，他不是有进步，是他平常根本没有用。对呀，他今天终于用了一点劲。今天中。哎，你要开始，你要站起来吗？还是你不要挡到安乔的脸哦，会生气。你就站在这个定点就好了。那我根本不用跳，因为不会带我。哎，真的。あなたはきっと
面其实会入迷。你刚最后收尾那个画面那个镜头真的是很猛，真的假的？对，我要回家看。对，可以可以可以，但是这一定会被剪精华。这个纯粹是摄影师色欲熏心。没有，摄影师难得有用心拍。欸、真的，我刚刚看到入迷，我看这镜头真的很漂亮，真的很漂亮。这个你回家可以，你回家一定要分享，可以截下来。可以，而且刚刚超级深情。哎，不过其实因为刚刚安乔其实除了就我们现在知道他就是会跳舞啊，然后也会自弹自唱之外，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电影系。台艺大电影系不容易耶，台因为当初其实是自己很喜欢看电影，然后后来其实你可以坐回来，真的，我想说要一直坐在这里吗？不用不用不用，你说你坐在你舒适的地方，你可以你可以躺着没关系。我觉得我讲那句话很变态，对不对？对，我刚差一点想要揍你，但想想是也没关系。对，这也没关系啊。你要躺着，这我们也没关系，就是很棒很棒。好，就因为那个我们知道台艺大电影系很不容易，你是。就是在那边有学到很多不同的内容。其实听到电影系，大家有可能会认为说你就是做，就是 maybe 是学演戏啊什么。其实 no， 就是做幕后的东西。那一开始我们要连，比如说扛脚架啊，然后扛脚架或者什么沙包，都是我们要自己扛。那到大三之后开始选组之后，我就选了编剧。编剧。对，所以我是以编剧毕业的。哇，很难很难吧？但我会很好奇，像在编剧，就是如果以这个是为主修的一个感觉嘛？对对，是一个。主修，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什么一般人比较我们会误解，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状况？比较会误解，其实老实讲，大家都会觉得拍电影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难。怎么可能？拍电影超难的，好不好？白痴是不是？拍电影超难的，不信你问邦邦。拍电影真的是超难的。有时候就是我觉得我进电影系之后体验到最深一点，就是我觉得说的很简单，就是我们看电影都会说哦，这拍电影拍得很烂啊什么。其实自己写编剧的时候觉得好难哦、喔，你要怎么做情绪转折，但是又不会太突兀。对，然后考虑的地方真的很多，要想太多，你真的会就是想到脑子要爆炸了。而且一个好的编剧真的是需要一个。团队的 team 让一个敬畏带出你要的那个感觉才会符合，我觉得因为有时候就算一个超好的剧本，可是如果就幕后那个 team 不够好的话，就整个东西是带不出来。其实不止电影难，其实 MV 很难，像我们就不管演什么，其实有时候一幕已经演十几二十次了，就一直要他们，我就搞不懂导演为什么还要再一个再一个再一个。在想那可能就是演员的问题。哦，对啊。有啊，那时候就是我们有一幕就是快要清到那一幕啊，为什么导演一直喊卡，一直喊那么多次？我觉得他应该有塞钱给导演，应该是有。其实那一幕我可以觉得我就。那个导演应该发达去做别的了嘛？对不对？那塞太多导致你破产。哦，我懂了，难怪难怪会这样。没有，是真的很，其实真的很辛苦啦。对啊，因为像其实光是不要讲到电影哦，就是一般像拍广告或者什么，就是你光是我们一般人会接触到制片，光是制片就非常的辛苦，就是要把现场所有东西都画好的，所以其实拍片真的很难啦。订便当就很辛苦了，好不好？大家不要会订便当，订便当订便当很可怕，是战争，食物就是战争，真的，一切真的都很可怕。所以这边啊，所以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很多人都会以为电影系其实就是学演戏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因为这些是我们有一个特色。就我们很喜欢，我们什么挑战都有，哎，对，所以现在有。然后只要你跟某个挑战稍微接近一点，我们就会让你做那件事情。没错，你今天跟我演吻戏，而且没有这种事吧？没有，今天是编剧，没有没有，今天不走安全之路，今天就危险就好了，危险直接吻就好了，超危险。哎，制作人今天没有这一段吗？刚刚没有蕊到，有啊，我真的不是说，我们没有在照表的，好不好？财产危险之吻，可以啊，可以可以，好好来吧。是的，是要多危险？是就是边吻然后边耍他之类的，或者是边吻边。拿刀插他，OK， 那这样子之类的，好了，就是连保鲜膜都没有。我们终极目标是以让海产就是离开为主。我们有参考了，就是可以参考吧。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参考影片。阿中，你袂当娶伊？你阿叔叔啊，你今摆我去拜婚姻，等我第八个，你马上回。八个。阿中，你让我解释。虽然我已经结过七摆婚姻，但是你才是我的真爱。老爷，我们花的钱是你啦。你莫再欺骗大家，欺骗你家己啊！各位，我甲罗曼才是真心相爱的。你放手啦，阿中！阿中，你莫这样听我解释啊，阿中。罗曼，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嫁给我。你觉得这很荒谬，对不对？很荒谬，很荒谬。没有，我看过这，我看过这里，好荒唐哦。好，那我们就来演这个。所以我是演跟我结婚的人啊，因为你演过，你蛮习惯的。我没有喜欢啊，你刚刚说喜欢，我要习惯习惯的习惯。我听喜欢，我觉得不然我演那个，我演周贤，我演男生。好
啊，我演女生哦。对。好啊，他演那个小三。好。他演那个坏小三。好，所以台词就自由发挥。自由发挥，自由发挥。好，来。好，来来来来。怎么是这个音乐啦？是要很坏的音乐，那种真坏的音乐，不可能的任务的那种音乐。导播现在已经很困扰，他找不到不可能任务的音乐。对。而且不可能的任务里面，汤姆克鲁斯讲到兔头的那一段。对对，所以我现在是老婆，是不是？嗯。好，老婆没有音乐。亲爱的，他的资料库很少哎。今天是我们的结婚典礼，到底在哪里？在这里。等一下，你是男生对不对？对。啊，对对对。今天是我们的结婚典礼。对啊，就是家。说你愿意嫁给我。海生，兄弟家嘞。你不是讲你要爱我一生一世人吗？什么？伊是谁？为什么今仔日伊伫遮？伊是我进前的女朋友，但是你要相信，遮有一个塔兔，就是伊，就是这个，爱我爱真久啦，精忠报国，搁想着伊，什么意思？因为伊上介意我这，但是我为着你，我甲洗掉，你要将我改做，你要改的是哪？真乱，你到底是什么情况？宝贝，什么代志？你卖开了，我袂讲这个小查某。我袂再跑啊，我真痛啊！你看伊面拢乌去啊！我袂再跑诶，你不能甲伊拍，伊眼眶拢变大啊！海山，你认真听我讲。嘿，不是啦，真的爱伊诶。无啦，啊，今麦不是在结婚吗？啊，伊是啥物人？伊要甲我私奔。伊要甲你私奔，为啥物啊？因为伊爱是我。啊？啊，好厉害！拍死啦！你爱是我。你卖走！你卖走！你卖走！我跟你讲，我们上次有一幕就是演失速列车，然后他没有准备好，然后演到哭到超失礼的，你知道吗？不是，开水小姐刚刚的那个惊吓太真实了，她是真心害怕。她就是演到冲去棚外哭哦，真的假的？在录影，她冲去哭，我说你太失礼了吧，你就是这个你的好伙伴的，不是代表你演技好啊。哎，你蛮会安慰人的，真的的。我觉得他们的尸体真的很像。不然你现在你让他扑扑看，我不想被他扑。不是，真的很可怕。他朝你扑过去的瞬间，你真的会害怕。是不是？假吓，我跟你讲，其实女生就是这样子，大家知道，就是嘴巴想要的。对，我刚刚都装出来的。但对你不是啊，你不是。嘴巴说不，但是身体很诚实。没有，我刚刚都装出来的啦。其实一点都不害怕啊。没有，我刚刚闻到恐惧，我现在还在泛泪光。哎，你们莫名其妙，那你们两个就哭啊！哎，我真的是痛哭哎！我真的就坐在那张沙发上，然后我就痛哭，然后没办法录影。你干嘛欺负他？因为很可怕，哎，他长得又很丑。剧本里面要我演了一个发疯的僵尸，我不是要好好诠释吗？之类的，而且我们那天来宾就是一个男性，然后就冷眼旁观哎，完全不想让你自己 handle 这件事情。对对对，他不想去演，他就很荒谬，为什么这样子？我觉得刚刚那部戏太荒谬，不过这还是要问一下，就是因为我知道你很多才多艺，大家都知道，那所以像在唱歌啊，还有演戏跟舞蹈，其实哪一个是其实你心里比较有兴趣的？就只能选一个的话，只能选一个吗？对，唱歌。啊，那真的是很喜欢唱歌。就是我喜欢，其实我知道，我觉得这世界上唱会唱歌的人太多了。我觉得我自己唱歌就是非常的普通，但是我就是用写歌，就我平常会写歌，所以就是用写歌去弥补我好像还不是没有很会唱歌这一点。哦，可是其实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有才华而且很认真去做的女生。对啊，因为从小就很喜欢听音乐，就会觉得说。就是像以前小时候偶像就是周杰伦，我就觉得说，哎，他跟我一样都是学古典钢琴，然后后来开始会写流行歌，写出那么多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像他一样？他朝他的路数前进。对，就也路数听起来。你是不是有考虑发一张自己的 EP 或者是？应该很多人会买吧？那是我的梦想之一啊，但一定就是要自己要准备很多。那可以 fit 我吗？没有这件事，可以 diss， 可以 diss， 可以 diss， 不能 diss。他是第一个来宾就直接讲说，哦，没有这件事情。对啊，我们就是通常来宾都会很客气哦，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发自内心说他不要啊。那然后帮我们订便当，你帮我们订便，进去你们剧组里面就对了。哦，可以，真的很危险。我买便当，我买便当。不过其实因为这边啊，我们就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会很喜欢来宾就是跟主持人合唱，然后今天安乔就是选了一首很难的歌，然后其实听说海产
海坦，你自从上次关诗敏的挑战过后，你现在应该什么歌都不怕了。我已经没有极限了。对，他真的其实我觉得这边是高音王子之称。你笑屁啊！我很真心的在笑哎。因为这边的男主持就没有人音可能比我还高了。就是能 Are you sure？ 还有谁啊？没有鸡腿便当吃的台哥。不是啊，这里男主持人应该现场也只有你。对，只有我。这样子，而且你也是颜值最高的啊。对，主持人方面现在现场颜值也有最高。然后你也是人气最高的。人气最高。薪水最高的。嗯，薪水最高就没有了。那听起来就有点你这样不该。对，毕竟也只有你一个人。对，毕竟有一个人，什么都只有一个人。好，那我们现在就请安乔跟海产带来这首《不该》，请大家为海产哀悼哦。我真的很屌，我真的会吓到。其实不错，现在有一种在包厢里的感觉，对，是 KTV， 最想叫牛肉面的，好饿。一哒哒哒哒，歌词被拿走了。或许付不出来，付不出来。你唱好了。或许我们学会释怀。雪地里相爱，他们说淋漓尽致，经的誓言不会坏。但爱的状态却不对，永远都冰封而透明的存在，轻轻飘落下来，虚假的梦融化得太快，或许我们都不该醒来。重来。
他没来啊。对对对，奇怪我们的啤酒嘞。对，不好意思，我刚刚点红茶，那个去冰可以来吗？那个彭大海嘞，彭大海有点久了。对啊对啊对啊。你看我们时间快到了，这样要退费啊。哎，你们要不要鸡汤？你们要鸡汤？要鸡汤。你们叫蛋卡。我要睡觉，我要睡觉。你要睡觉对不对？不用面红烧的，有烧的是，哎，这是把它当成包浆讲的。怎么变这样？哎，我太慌了，我先走了。啊，你要走哦，可是你不是等一下有事情要做吗？不是，本来享受一个完美的代唱，结果就一大把，大家都不知道。拜拜，拜拜，拜拜。他等一下会出现，他等一下就会再出现了，就大概是十分钟以后的事。太荒谬了，不好意思，我们要水饺，你可以帮我们买吗？好，没问题。这太奇怪了，刚刚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啊？对啊，而且原本大家以为是没有发现我被代唱，没有啊，很明显啊，很明显吧？你怎么会误以为大家没有发现、啊？没有，大家我一直在期待，就是前面怎么会说什么海产怎么这么棒？怎么会这么会唱之类的？对对，我本来想要默默把你麦克风抽掉，你声音怎么还在？而且没关系啊，太荒谬了。刚刚这个结局也算是蛮有吧？可是你们刚刚有点过分，我刚刚唱高音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唱，你们就所有都一起唱，然后高音的时候没有人要加音，没有人理你。我们就想说，就是因为就是你是主角，没有让你突出，但没想到那两个男人非常的雄壮。好，不过接下来这时间真的就是要让你大突出，这个很厉害，就是你才办得到，你会杀掉我们，你会惊艳全场。你有玩常玩电动玩具吗？我蛮喜欢玩 PS4。我想这个游戏 PS4 我不知道有没有，可是这个 Just Dance 是考验就是肢体，我们对你选择。我还真的没有玩过这个，这个超好玩的。我们今天便一起玩 Just Dance， 然后如果因为你超会跳舞，所以如果你没有拿第一名的话，海翔就可以获得。跟你危险之吻，没有边如果是边捅他哦 ，OK， 可以。到底都想要我死啊？我下一趴，我就要主持完下一趴之后再捅我。哎，你捅他，他就可以得到你的吻，这样还蛮。我们可以去跳，你要选歌吗？好了，不要随便去，让安乔选啊。啊，我选吗？那安乔选好不好？这你选啊。来来来，你站中间。还有音乐吗？千万不要跳那个，千万不要跳那个，不要跳那个 Happy， 不是那个 Up Down Funk， 那个超久的，不要唱 Bruno Mars 的歌，那个超难， Bruno Mars 超难。这一排啊，那就选一首，刚刚是有一首 All the God That Bass， 好在前面，这是什么歌啊？今天他听很多英文歌哎， All the God That Bass， 把这个好了，这个有，这感觉比较简单啊。没错，我一定可以驾驭的很好，因为我这是 Bass 比较重。我们就站定位就好。OK。因为有点小声。要大很大声哦。看这一轮，看这一轮，台下你的吻没有了，快干扰他！你这，不是我跟你说。还蛮可爱的，对啊。
天啊！哎、欸，太强了，你太帅了！终于结束了，幸好有赢，幸好有赢！哎、欸，太强了！哎、欸，这是什么？我的脸直接连脸都找不出来，这太不尊重了！那个游戏。还有第三名的惩罚是脸没有，没办法带脸。哎、欸，你好强哦！不是，因为我刚刚就是知道了，就是如果输的话要跟海产接吻的话，我就用出我生命的力量来讲，使劲吃海产的吻太可怕了，毁了！海产毁了，整个画面。这个可爱多了，这只舞可爱多了。对，我们之前选那个 up down down Q up 超难的，这只舞算是我们跳的比较好的。对，好喘哦、喔，我们都是喘哎，这个一天录五场的话，你知道？会，我们就是会瘦哎、欸，你就不用去雷射溶脂了，你知道吗？哇，好累哦、喔。因为海产最近就是。是最近想要溶脂吗？他已经溶了，已经溶了。可以跟大家展现一下你目前的成果吗？我先扯。你是真心有溶吗？我是最雷射溶脂。真的假的？其实我肚子就是原本很大块，其实原本有三层，但是现在是两层。不是，重点是你不是可以就是靠，你还年轻，不是应该可以靠吃跟运动吗？对啊，但是我没有啊。但是我没有。对，我走了一个比较。因为他现在要做熊盖蛋鸡蛋糕，所以我必须瘦。没有那个，哎、欸，我觉得这个让他很过分哎。他说跳完我这样，上来先休息一下，主持人先唱一首歌，什么意思啊？好啊，来啊，来啊！哎，可是谁的版本啊？不知道。好，唱哦。反正就放了，知道吗？只是我跟你说，我这个性格就是我等下就随便 Q。那汉乔，你休息一下。很累，对，你可以躺下来，没关系。喜欢你。借我你的怀疑，让我想躲在你身体里。这音乐有一点太小声，能不能再稍微大声一点？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像是你的爱在呼吸，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意。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手指。
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我刚刚说我这里总是会落拍，可是蛮帅的，其实蛮帅的。好好听啊！而且那边那个拍很帅，噔噔噔。重点不是我啦，你干嘛再来啊？来就要再来，那假谦就很讨厌，你不知道为什么？不是，重点就不是我。休息也够了吧？休息也够了吧？对，休息够。你知道刚我们刚就是刚有一个神秘的男子，是的，就是进来参与我们的 KTV 大乱斗，我不知道他现在去买水饺买好了没有？没有，他都买好给拿进来。拦截水饺买好了吗？拦截。哇塞！水饺没卖，剩白开水。水饺卖完了是没关系的。这太阳是我们公司的哦，可以拿。哎，不是啊，你看这样子，如果叫他出去买水饺没有买回来，那是不是应该要罚？没有，会卡歌啊，会卡歌。那你的歌，那我们不要唱了，下一首，下一首。下一首歌开始，下一首歌开始。什么 billionaire 是谁的歌啊？对啊，哇！谁要唱啊？谁要唱？哎，就我们，就你们，就我们，不是我们。可是 KTV 音乐怎么这么慢啊？不是应该直接出现 KTV 的音乐吗？好了，下一首歌曲没有给是不是？好，那刚刚下一首歌就是因为你知道真的很好玩，所以我们这一首歌呢，我们就请我们本来是下一趴来宾，没有，因为他是我很好的朋友，因为他不相信我可以诠释好这首歌。好，没关系，我觉得请安杰来，观众应该看得更开心，真的，就请他们两位带来这首歌曲。我们从头好不好？音乐从头好不好？谢啦，就进歌了，就对了。那进歌点难抓，超难。对啊。Billionaire, so freaking bad. Buy all of the things I never hate. I wanna be the cover of Forbes magazine, smiling next to Oprah and the Queen. Hey. Oh,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I see my name shining light. A different city every night. Alright, I swear. What better prepay for now? A billionaire. And ciao. Yeah, I will have a show like Oprah. I will be the host of everyday Christmas. Give Andrew wishes. I probably put an Angelina and Brad Pitt. Rap a bunch of babies and ever had.Give away a few Mercedes and Hunity Headless. And last but not least, when somebody the last wish. It's been a couple months that I've been single, so you can call me Angel Claus minus a ho-ho. Get it? I'm probably busy with Katrina here, and damn sure do a lot more than feed my dad. Yeah, can't forget about me, stupid. Everywhere I go, I'ma have my own theme music.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 what you see, what you see, I see my name is shineA different city every night. Oh, oh hey, my, hey. I swear the world better prepare. For what? For now, I'm feeling it. Oh, oh. 他林瑶吗？Oh, oh, come on. I'll be playing basketball with the president, dunking on his delegates, then I'm complimenting on his political etiquette. Toss a couple million in the air just for the heck of it, but keep the fire torn and beats and clean, sipping separate. Yeah, I'll be in the whole new task bracket. We're in session, but let me take a crack at it. I'll probably take whatever slip and just beat it up, so everybody can love and have a couple bucks. And not a single tummy around me, when they were hungry, was eating good, sleeping soundly. I know we all have a similar dream, gold in the pork, but cool out to what they put it in the air and sing. I wanna be a billionaire, so freaking bad. So bad. Buy all of the things I never hate. Absolutely everything. I wanna be the cover of Forbes magazine, smiling next to Oprah and the Queen. What up, Oprah?What you see? I see my name in shining light. And what else? A different city every night. Oh, hey. I swear the world better prepare. For now, I'm a billionaire.
Breaking Bad。 哇！哎，太嗨了，太嗨了！哦，今天真的做这首歌真的很开心，就今天有那 KTV 的感觉。所以我要走吗？反正你等一下要进来了，你就坐着好了啦。坐着好了。反正你也买不到水饺了嘛。对啊。好，今天非常谢谢安乔姐。那最后想要请问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是等等，可以让观众朋友去找到你，或是 follow 你的节目？大家每周六都可以收听，可以讲电台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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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每周六。好，你可以讲，开玩笑的。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呢，收听亚洲电台 FM 92.7或92.3，或是呢上亚洲的官网都可以听到我的节目《青春亚洲》哦。那如果任何相关活动讯息，我都会 po 在我自己的粉丝专页邱安乔邱曼玲上面，大家可以到粉丝专页找我哟。好，哇，太好了！啊，兰姐有没有一起讲讲？就直接就短点结束好了。反正你也唱到了嘛，也不说没有给你唱啊。你们通告费很好赚。也是，你觉得呢？你要不要一起讲？没有，没关系啦，太想要讲一讲。好，所以就是如果各位观众朋友，你想要知道安乔最新的状况之外，其实最简单的方式都是可以直接上他的 Facebook 上面，粉丝页上面都有很讯息。你的粉丝页上面名称就直接打安乔，其实就找得到了。安乔，安乔就会出现。然后记得不要打错字哦。对，对，是安全的安。大桥小桥的桥是的，没错，不要打成荞麦面的桥，不会吧？这样就已经找不到。然后就是在上面他所有的相关讯息啊，然后还有各种跟大家分享私人生活等等等等，或者有狗街拍吻戏，没有没有这种事，不会也不会有这种事，不接对不对？对不接，或者是就是从此就他就当场开飞速的实况，就写陈真心还给海产，开直播告我是不是？你可以蛮屌的，看到了，开直播拿去法院申诉，这样你会红哎，我会红，这样你可以借他的人气，就是你可以借他的人气，就。我在查篇新闻，这样。台产连说6次对不起，逼哭对方这样子。对对对，台产连说6次，连说6次对不起，然后逼得安乔无路可走。那就真的会进，你就真的会进。这么荒谬啊！社会版，社会版。哎，社会版可以上头版哎。我该开心了，你们不要抢我。这样就可以超出娱乐版的范围，你知道？你要上社会版是一件多么就是整个国家都会关注的一件事情。阿板，你试试看。试试看嘛。好了。期待看，就是还想有没有机会说6次对不起。欸、那无论如何，今天非常谢谢安乔，谢谢。不要走开哦，等一下拦截哇，再来全新厉害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耶。哎，为什么在一起？为什么？什么啦？这是哎，现在是跳舞。为什么不跳跳呢？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为什么？